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想要你心疼的姑娘。走吧走吧，现在到福州了，兄弟们，还有200多公里啊。对，已经开了差不多400公里了，然后马上到我们老家了。现在福州这里吃点东西啊，走吧。走吧。在服务区啊，先吃个饭，还有3个小时啊才能到老家，然后平均是40块钱一个人啊，随便吃啊，这菜随便吃啊，有鱼啊，有肉，还有海鲜、都有。金龙哥跟阿强啊，坐在窗户边吃，吃饱了继续出发。到了到了，到我们县城了，现在把行李拿下来。今天到我们县城了，然后给你们开个宾馆，因为家里住不下，所以说只能先来开个宾馆。房间开好了，就3个人挤一下算了，因为我看一下其他酒店三床房的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双人床，所以说这家是三个床，但是小了点点。将就一晚再说吧，明天再说了，都已经开了。现在吃饭了，简单的几个小菜，这8个小菜里面起码有6个是辣的，我们广西还是比较能吃辣的，这个辣椒的话胖虎老哥他们都挺喜欢的。